咱哥他们也搬出去了，俺大爷没有搁家，来派的我也锁门不让他们进了，今也不让他来了，就想跟俺妈喊我这平房上好跟他说说。你说啥说？都给你大当成亲大了，你有没有给你妈当成亲妈呀？啊，还给我说了，你有啥话说吧，我给他听着，我还一肚子委屈的。这不是俺哥他们也如你所愿搬出去了，俺大爷大过年的，你说给他气的气到万家岗了。到那了，你也看着，你说丢人不丢人？这我都不说了，到时候我再给他喊回来算了。你说这，这不是说下恁大了是吧？他走亏大不？搁家里啥也不干，就找到恁哥那儿啊，走他走去，我心里高兴走喽。这该帮忙都帮个忙，也省点钱嘛，是不是？那你说这帮忙事咱那也都算了，这都快过年了，我说的，你也消停消停，你需要啥了，你给我说，我给你买。你是不是说叫你也消停消停是吧？那你拿过来，我2000块钱，我去，我买点衣裳，买点好吃的，这总中了吧？我以后我也不再找你事，也不再找恁哥的事，拿过来。2000块钱，你又问我要钱呢、嗯？那肯定了，钱没有，我没有，我知道你来片那个动静，我给你多少钱都不够，钱要我没有，啊，你要是缺啥东西，你可以跟我说，我给你买，只要你能消停消停，咱不去俺哥那找事，我搁家找俺大的事。那来麻将了不就缺钱吗？那就缺这一点，早这一点有了，啥都不缺了。你看看，你天天就麻将麻将麻将，你啥时候能改改？那不来麻将来啥呢？我说说，啊？那我算是给你喊上来没用是吧？哎呦，我还以为你喊上来给我拿钱来的。哎呦，没想到账上这点，说点动的不得了，就这会儿。那你下去吧，算我白喊了。你走吧。我不下去，姐，你说到这儿了，你再给我拿钱，我再下去。中啊，那我也就下去了，你搁这站着吧。你给我关门不？我算是白给你喊上来了。别给我喊上来，俺妈光知道要钱，光知道要钱。算了，我也不管他了，我去给俺大打个电话去。这路上还有雪，还有泥的，我骑电车也不方便去。